各位大家好，先祝新年快乐。好，给各位报告，2020年元月5号星期天下午1:30，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先生会莅临基隆参观指导，要用基隆的经验跟宋楚瑜来建议，我们要到海外去建构MIT 馆，整合台湾的各行各业到国外去打群架，把红海的报价即刻可以变成南海的售价。那我们用最优的品质，就最优惠的售价，还有一个服务，最优的服务来赚取美金。各位观众，刚刚讲的都是很简短、很扼要的一个方式，但只是讲到了1/10而已。那我们礼拜天会有更精辟的经验分享。那希望各位，如果你需要打群架这样的一个共同经济的一个架构的话，欢迎各位礼拜天中午1点可以到我们基隆这个会场来。我想你会获得很多很多的新的观念。外快基隆为什么会成功，我们绝对有我们的经验，这个经验我无私的跟各位分享这个是我的实战经验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在70个国家打通了通路，请各位看到这个信息马上跟你的伙伴分享，也要大家一起来，我们一次把 MIT 馆的一个概念就整个建构起来。